怎么样让男朋友在亲吻的时候欲罢不能？记笔记，记住四个字：欲拒还迎。你可以是主动开始的那个人，但是不要全程都主动，真的很没意思。要给他一些征服的感觉，一些探索的空间。第一步，把你的牙齿闭起来。当他想要撬开你的牙冠的时候，轻轻的咬他的舌头。第二步，把手轻轻的放在他的胸口上，假装抗拒，稍微用力，但是不要认真，不然就真的被你推开了。最后一点，在你们气氛正佳，你浓我浓的时候，把头扭开他的耳边，轻轻的说：“哥哥，就只有这些吗？你完了。”别事，我不负责。